今天是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之旅第二天，我们今天早上6:30就起来了，为了去抢一个知名步道的停车场，然后太阳才刚出来。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出发。我们来到今天第一个景点，叫做 Sunrise Point。虽然离日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著名的看日出景点。然后后面最后一站是 Skittles。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叫做 Sunrise Point， 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走到后面下面这些一片一片的石柱之间，它是一大片很像迷宫的 Queen's Garden，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后面这边一根一根的就叫 Hoodoos。 你想不想骑吗？他
我想问多少钱的？它那好像是一个tour，就是前面那好像是人爵带的，然后后面那些马就是跟着第一次马而已。这个区域之所以叫做 Queen's Garden， 是因为后面这个石头很像维多利亚女王的全身像。那我们现在就走在她的花园里面。现在爬山爬累了，准备要来吃午餐。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墨西哥卷。我们现在离开了 Queen's Garden， 要来走一个环形步道，叫做 Navajo Loop。我们现在是逆时针行走，所以我们会先看到 Two Bridges， 然后再去看 Wall Street。后面这个呢，就是 Two Bridges， 两座桥。我们刚在峡谷的下方，现在我们要一路爬这个坡，回到峡谷的上面，超级累的，加油！爬回峡谷上了，我们要稍作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会带回峡谷里面。我们休息完了，现在回到刚刚的 Navajo Loop， 我们要去走另一个半圆，要去看 Wall Street。
们走到 Wall Street 的底端了，然后这里有三棵长在石缝中非常高的树木。那我们就走完 Navajo Loop 跟 Queen's Garden 两个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最有名的步道了。那我们现在要前往最后一个景点，我们要去看一个瀑布。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景点，叫做 Mossy Cave， 来这边看一个洞穴跟一个瀑布。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瀑布，然后等一下我们还要去找另一个洞穴。这就是我们这趟旅程最后一个景点啦。有人说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是犹他五个国家公园里面最不值得拜访的一个，但是亲自走过一遍之后，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我很享受走在迷宫般的石柱间，每过一个弯都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非常推荐大家来。